等一下，你去。阿雷，你冷不冷啊？阿雷，阿雷，你冷不冷啊？你咋了？阿雷，冷不冷？冷。不冷就好，不要感冒了。一二三，请开始。骑骆驼，太好玩了，对吧？你今天带着小靓仔，就好像一个骑士一样。什么是骑士？骑士就是你看很多电影里面一个很帅的王子，把公主放到前面骑马，今天小靓仔就像是公主。我滑下滑索的时候，你特别担心我呀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。那你当时想什么呢？我是想，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滑？但是我也特别想滑。那好吧。看月亮圆不圆？圆。亮不亮？亮。就像小靓仔。小靓仔，好亮呀！